今天传来一个好消息，我外公回来了。说的不是我爸，是我婆婆的爸爸。是的，几年没见了。哎呦，好几年没回来了。你外公现在已经在镇上了，咱们下班去买点菜，顺便等一下把他接到咱们家，晚上一块吃个饭。好嘞。我结婚到现在哦，都还没见过外公啊。他一直没回来。你天，你见我外公吗？是哪个外公？是我外公啊。我外公。对啊。你还记得哈？这我是在手机上见的啦。他以后呢，看到摸甜甜了就不聊了，只要有甜甜，他就聊得可开心。真酸比你来的香啊、哦！那是，现在是他比我还香，以前是我香啊。这个小鲜肉比较香，他把我代替了。嗯哼，蛮油的，咱们还得去加个油。我这边在骑士卡看了，前面有个加油站便宜，去那边加吧。那行，那我拐过去。你看，加200多，实际只换了170多，一下省了20多呢。便宜这么多，好东西哦。那可不，等会我带你们去吃麦当劳。公公把车开过来洗了，我看甜甜肯定很开心。你要不要进去洗一洗啊？你有毒吧？360度无死角，搓的可干净了。你在里面是不是好嗨啊？是的。你们给他把天窗打开那看看。哦，咱们现在去吃汉堡吧。可以啊。刚好甜甜她老练到想吃。那就走吧。可能爸爸是家主，我是想吃麦吉家主，爸爸吃啥？都分配的明明白白的。我们到了。我回来了。天哪，甜甜好厉害哦！这有的吃，浑身都是力气。帮你们看看想吃什么。好多套餐。怎么那么便宜？搞活动啊！这个双人餐原价125，这里72就能买到了。还有这个经典的双堡也不错，省了30多。对啊，搞活动。之前看到很多朋友说找不到视频中的优惠，或者说不会用。现在我联合品牌方整理了很多美食的优惠福利，肯德基、麦当劳各种优惠券都有，折扣非常大，就放在视频下方链接了哈。你们看到有需要直接买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马上过节了，少不了在外面吃饭花钱，现在买了券，到时候用还能再省点。我想吃薯条。想吃薯条啊？好。谁呀、啊？爸，他不是看到视频，他是说才能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嘛，打个电话过来问一下。是叫你要去体检啊？他倒没这样说，咱们这年纪啊，现在行点小毛病正常啊，不用体检。这两个叫同病相怜，然后同时就是互相打掩护，都不想去医院，哎。然后去医院，要听话。什么？要打？谁打？甜甜打。你要打？我呀。我也打了。你看我堂哥回家啊，我奶奶说他车子太脏了，就这么给他洗车，拿刷子。厕所刷，我的妈呀！跟我奶奶应该还是状态挺好的哦。嗯，那就证明身体恢复好。以后你们会不会拿着钢丝球给我刷车呀？老的时候？哪可能啊，我们又不老年痴呆。他会给你刷飞机的。你老丈人来了，这回是不是得安排的好好的？那肯定的呀、啊。我要给阿小孩。你这关键就主要就是大猪，三年没见，那你这就真的是远嫁了。他、远嫁个什么呀？那三年没见到父亲了。那是父亲远嫁了。看看好不好？两个十一，行了，拿回多少钱？嫌太小了，太小只。换一家，大金呀。俺家小能手。你咋藏在家里？贵了，让他们逮算小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小啊。那你挑大一点的。我的感觉都挺大只的呀。为了把面子做足呗。我想吃螃蟹，你给我买几只吧。这招待我外公，你不招待你？妈，你儿媳想吃螃蟹了。吃螃蟹买嘛。小蟹，啊，你要吃螃蟹啊？你看看你，这老公还不如我公婆。这是母的，可是这么小哎，怎么吃？那算了，就是母的，它那个蟹黄会多一点哦。啊，是啊。你要比较，好像10个啊，正常一盘呢、啊。咱们来太晚了，挑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，都好小啊！你看，我有呢，腿直接就断了。算了，螃蟹吃不成了，再来一盘清蒸鱿鱼。这个一蒸就没用了，这三只别小看啊，一盘就100。你说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可以放土的。亲一口。哎呀！别看我手上提的少啊，已经350了，又买了点青菜。今天花800块钱给外公好好整一桌。你这是5啊？8是吧？这是8。好，8。今天花800块钱给外公。看你公公都笑话你啊。连挤都分不清。你外公吃不了多少。家里面还有排骨，还有鱼。家里面都有，还有鸡啊，还有鸭呢，还不急的。关你外公骑鸡鸭的，那不稀罕，他自己外面自己养着的，好多、哦。要不要买点饮料？你爸想要喝什么饮料？我爸什么都不用买饮料了，酒买几瓶，跟大舅哥干一杯。酒什么？家里啥都有，白酒、红酒啥都有。回去肯定要喝的。走，
现在呢，开车去接外公，还有我舅，还有我的大表哥。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哦，大表哥还是单身哦。